香香和琪琪是一对可爱的小猫咪姐妹，她们呐喜欢一起玩耍，但有的时候却好像不喜欢一起玩耍，为什么呢？香香和琪琪有一天走在路上，看到树上的果实，她们都好想要吃哦。琪琪说：“你姐姐，琪琪下包吃果实。”香香说：“琪琪妹妹。”和香香一起说：“哼，要我吧！”他们哪不想互相帮忙，也不想分工合作。隔天，他们来到了公园，想玩荡秋千。琪琪说：“你姐姐先来抱地当当。”香香说：“你是妹妹，先来抱我地当当。”琪琪呀、啊，和香香一起说：“哼，要我吧！”他们哪不想互相帮忙，也不想分工合作。琪琪和香香这天呐、啊，想要过河去朋友家玩。琪琪说：“我们得找一些木头，做点木筏，然后划舟子。”香香说：“我们得找一些的马，做点大桨，然后走出去。”琪琪呀、啊，和香香一起说：“哼，要我吧，我的方法在这的。”他们呐、啊，不想互相帮忙，也不想分工合作。接着呢，琪琪呀、啊、找了很多的木头，却没有办法把木桶捡起来变成木筏。香香找了很多藤蔓，却没有办法呢把编好的藤蔓丢到河的对岸。就在烦恼该怎么办的时候呢，他们啊突然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哦。原来呀、啊，可以将藤蔓呢把木头绑起来变成木筏，用木筏过河时呢，顺便啊把编好的藤蔓带到对岸，找树呢固定起来，做成吊桥。原来我的河车怎么办？可以一起把这好东西。从此之后，他们都会分工合作，互相帮忙。采果实的时候呢，轮流啊踩着对方的背；荡秋千，轮流帮对方推高高。懂得分工合作之后啊，香香、琪琪呀、啊、更喜欢一起玩耍喽。今天三宝妈咪讲故事告一个段落喽，大家可以再重复看很多遍哦。